热闹的新竹台湾灯会万头钻动，参观人潮一波接着一波，灯会的主灯区前胸贴后背挤挤挤，但是民众参与的热情不减。新竹县政府统计，参观人次高达120万，超越了历届灯会人数，写下了新纪录。而位在灯会交通疏运核心的高铁站，更是南来北往的游客大汇集，排队的人龙环绕着车站主体，搭车人龙没有断过。而车站之内张灯结彩，满满都是元宵欢乐的气氛。面对疏运的大阵仗，工作人员丝毫不敢大意，拿着广播大声公指挥最新的买票搭车动线。而所有来参观灯会的民众，最后都能搭车回家，也让所有的工作人员在参观人数创下灯会纪录之下，完成了这场不可能又难忘的任务。记者庄明宪新竹报道。